其实我到今天为止，我跟我大家听这个，我从来没有在外界讲过。灰熊内心里面那种挣扎，我在那个半夜接到碰狗的简讯，你说明天如果在哪里发现我，四个字，草草了事，青菜留，倒是帮我看着家里的人。咱这做徒弟啊，有可能看这款，看这款问题你看得到，咱看不到。于是呢，我在半夜还找着皮皮说：“你爸现在到底在哪里？”他一讲四点外，皮皮说：“现在这次电话打得通。”我苦口婆心地跟碰狗讲：“碰狗，一起面对，你面对着他，他会给你机会。上天会给一个愿意面对问题、要处理问题的人，给一条路、一个机会。”再次掌声给彭恰恰。有时候我们说笑啊，是，我那个亏，阿爷人就是安尼啦，你阿那个讲的拢无要紧，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到今天这个泡菜甚至最近的生命的诚意满满的情感人情味都装在这里面，里面只有两个字叫感恩。谢谢大家，谢谢。对啊，我觉得你知道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的压力有多大，伊嘛是爱面带微笑然后主持完全场，我都可以感受到，如果今天是我，我一定做不到，真的，那个抗压性真的要非常非常大。那说实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帮他。那我觉得说，我觉得非常欣赏碰我是，他真的就是他有很勇敢的要去面对，他一直在不断的接很多的工作，再小的工作，伊拢去接，你知道，不管偌济钱，伊拢去接。然后呢，你看今天好不容易。好，有个泡菜他也来做，你知道那个要放下多少身段。然后我昨天看他在街上在那边给大家试吃， OK， 对，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千言万语真的真的感恩，谢谢大家。对，现在看到电视的现在是我们现场的朋友，现在是本来说要来的朋友，真的你手洗牙关，给他一个机会，他愿意做到你满意为止。谢谢大家，谢谢。青春的花，世界这么美，亲像相爱的约定。但是无人在我身边，这一切都无意义。春风吹往彼一边，为日头到暗暝，亲像天注定闭目花开的香味。敢有人在等我？敢会予我知影？敢有人接受我？了解我的心声？陪伴我一世人。